共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乡亲的母语，结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件事》。逍遥台北尖山，梦雾飘影满半天，比比观得到山巅，虫鸟鸣叫响林田，红仙摇摆步道前，红蝶飞舞妙珠殿，奇木怪石顶阁间，日后松红快木分道前，人人醉得酒汤边，绝壁孤立屹立千万年，气势万万千。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一诗第64节，欣赏的是家己的韩文老师所带来《逍遥台北尖山》。顺利去，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的情景，以及伫这内底台语文的用意。咱这个台北尖山，伊是伫个苗栗甲新竹即个中间，宽度3492公尺。啊，有一遍阮就是大家朋友去遐佚佗，啊，回来我感觉讲即个所在哦有够水，我就甲伊写出来吼、哦。啊，即、這个台北尖山伊个山形足特殊个。在这个当地呢，因为伊的形状那像一个酒桶，所以当地的人拢改称呼叫酒桶，啊，嘛有人讲酒桶山。伊这个所在因为足悬嘛，所以浓雾足济，伫半空中咧飘，那像露水，所以咱用飘影。啊，伊伫足悬足悬的山嘛，所以讲满半天。边壁，咱知影这个边壁，伊是足悬的所在，较静的水嘛吼，而且佫足滴咯，哦，到山巅，哦，那就半山，要到天顶去啊啦吼。虫鸟鸣叫响林田，哎，咱讲这么悬的所在，敢有这个虫鸟？有哦，足济哦。啊，佫来这个红参摇摆。步道前，红参花，咱那伫一般平地，咱是个叫做金甲花、指甲花、金甲花。啊，毋过那伫遮尔悬悬山看到的，咱这个红参花，哦，这是足稀奇的。啊，遐有足侪啥物？麦芽，伊麦芽的品种嘛无同款，伊则是。红蝶在那飞，那像在跳舞嘞。啊，伊遐不管是树木啦、石头啦，拢足软啊，硬，唔那硬哦，佫真坚哦，这个坚嘛是很坚强、很强韧哦，所以唔在当加遐尔直，啊，佫遐尔水、遐尔硬，因为伊高度有够高。二叶松啦、啊，红块木啦、啊，都很多。当然，这种所在分多精，就足多足多。人人醉得酒汤边，因为伊这个山形，那像酒汤嘞吼，啊，那像大家对这粒山
很美很喜欢的，像在那里喝酒喝到醉去一样。蒙雾，这蒙要怎么写？上面一个下雨的雨，下面一个矛盾的矛，叫做蒙。雾咱都知道，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雾，事物的雾，叫做蒙雾。什么是蒙雾？空气中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它因为遇冷凝结成小水滴或者是冰晶，而浮在地表的一种现象，叫做蒙雾。咱每次看到蒙雾，山愈高蒙雾愈多，奇木怪鸟丁搁坚，这是丁，我们要怎么写？人讲有啊是无？有，是不是？内底有两环，咱这内底有一环叫做丁，而且这环不是啥足平环哦，伊那像内底一点哦，这个叫做丁。有没有的有，把那个里面那两横拿掉，点上一点叫做丁。石头足丁，树木足。韩文老师在这首诗里面有人写到扁白还有希诺奇这两种高山的树木，所以我们邀请花草植物专家关秀萍小姐来为我们介绍这两种树木的特色。我们来讲到这个扁白还有方块，我们一般扁薄都把它称呼叫做 Hinoki， 如果是方块都叫做 Maniki。 在日本时代这两种的木材一般都是把它称呼叫 Hinoki， 实际上有两种的差别。如是 Maniki， 它的树皮比较平比较薄，所以我们把它称呼叫做薄皮。如是 Hinoki 的话，它的树皮比较高，咱拢改称呼叫做高卡啊。那是以咱北台湾来讲，这个 Hinoki 会较侪。那是咱南部，就是以 Maniki 较侪。伫日本时代，咱台湾的三大的林场，宜兰的太平山、台中的八仙、嘉义的阿里山，迄个时阵。Maniki 和 Hinoki 这两项都种植真的多，但是在日本时代，因为大量的采收这个 Hinoki 和 Maniki， 采收的量非常多，所以后来我们政府才有控制那个量，不能再采收。如果是以我们 Hinoki 来说，它的木质非常的油，非常的光滑，木材非常的水，它就是它的色地会带一点黄黄，它的味有一点清香，那个色地木纹看起来非常的高雅大方，所以都一般都会拿来做一种实木的家具。如果是 Maniki， 它的味比较重，木材看起来比较深咖啡的感觉，它的气味同样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如果是看一般比较高级的家具都是用这个 Hinoki 或是 Maniki， 只不过是我们一般把这个东西都会把它做一个统称，就是感觉说那就是 Hinoki， 其实实际上是南台湾都是 Maniki 比较多。戏剧松红块木，云朵精，人人水多手通变，作壁孤立一日千万年，气势万万千。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代理师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关秀萍小姐讲解自然文史，富城小花蕊的三姊妹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阁继续空中再会。